老四，你干哈呢？老四啊，老夏，老夏，过来，来，下来，下来，石头下来，来。老四，你看你，咋乱套了你？你要大好日子，你给整，能不能注意点，老四啊？能不能注意点形象？你迟到了啊，家人们啊，迟到了，迟到了 ，I'm sorry，I'm sorry 啊。Seven， 又晚了，又晚了！哎呀，一顿忙忙叨叨的，哎，给你们看看看一下子我们的生日蛋糕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家人们，给咱们看一下咱们的生日蛋 ，Seven，Seven 走喽，走了，开饭喽，开饭喽 ，Seven。这个生日快乐呀，整的家们你说整的好看吗？我觉得没有原先那种好看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生日快乐没有原先那个好看的啊，这种是个新样子啊，刷了半天是不是还是原先那种好看呢？给大家我看看我们的生日蛋糕啊，挂着条幅。对呀、啊，他说新样子嘛，现在都流行这个。我一瞅他不好看呢，还没原先那个好看呢。啊，看看我们的小蛋糕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做了个两层的这回。啊，这咱自己手工做的啊，家人们啊，做的不太好，做的不太好，哎。首先感谢我媳妇儿啊，给我四哥啊，给俺们家老大做了一个大蛋糕啊。哎呀我操，这地方有个膜，这地方有个膜，哎呀我操啊，你说手多欠儿，等会把膜撕掉啊，这地方有个膜，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先把这膜撕掉它，这家伙让我整的，这岂不是不好看了啊？啊，是不是迷糊啊？啊，这上面如果有只小狗就好了。你看，给我四哥，哎呀，我四哥知道自己今天过生日，啊，我四哥今天知道啊，他今天过生日。Seven 现在也不配合我呀。三文也不配合我呀，老大，哎呀，老大呀，三文呢？迷糊，看看我们的蛋糕啊，我把蛋糕拿出来，我把我们的蛋糕拿出来，哎，迷糊先别吃，迷糊啊，迷糊怎么现在怎么这么黑呢？迷糊，你怎么整的你？小迷糊现在怎么越长越黑呢？你？我跟你说，那么就是我们设备不好，知道吧？设备不好，如果设备要是好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蛋糕做的老好看了，老带劲了。啊，设备不行，没有专业的设备，啊。你看，正常咱们如果有专业的设备的话，家人们，这个蛋糕上面都得是亮面的，知道吧？现在这个蛋糕上面不是亮面的，正常都得是亮面的那种。我媳妇说了，要整一套专业的设备，家人们，要整一套专业的设备。
啊，你整一套专业的设备，那样的话做出来蛋糕才好看啊。以后咱们就可以，专门给狗做蛋糕了，好不好看？老四，老又掉粉了，掉粉掉粉，没事没关系啊，掉的粉儿永远都不是咱家铁粉，掉就掉了，一点用没有，一点用没有。蛋糕真材实料，好吃。这里边都有什么呢？你还得迷糊馋的。你看小迷糊，你干啥呢？迷糊，迷糊蛋呐？你等着吃蛋糕呢？啊，迷糊说我爹过生日。迷糊爸爸过生日啊？迷糊，哎呀，小迷糊，你来给爸爸过生日了？你说爸爸生日快乐。啊，对，说话声音大点。迷糊，你说爸爸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感谢我姐。小迷糊，你看你媳妇来了，看你媳妇都祝人家祝三娃生日快乐了。迷糊，小迷糊表情啊。你啥意思？你们亲一个，明哥，明哥，我他妈一亲他就捂鼻子，这个小猕猴蛋子，家人们，我一亲他就捂鼻子呀！小猕猴嫌弃老爷，咱们现在马上开始咱们现在马上开始，还在等一会儿我塞文，你过来，塞文来，塞文。Seven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生日了！你儿子过生日了，Seven。你儿子和你姑娘过生日，等我媳妇过来了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等我媳妇过来的一会儿我媳妇过来，家人们，等会儿的啊，因为呢，我媳妇一过来，你们就能看得更全面一点儿啊。我现在呢，我要现在直播呢，就是我，看得不全面，而且我还得点蜡烛。咱一会儿等 Seven 妈妈来，行不行？这回这个背景墙整的有点失败了，家人们，下回再也不整这个背景墙了。它如果带亮的还行，这个不亮，一点不亮堂。俺家老四今天6岁了，老大和老四都6岁了。老四心情真好，四哥耶，四哥，哎呀，你们一家三口在这过生日呢，老四啊，你们一家三口都在这过生日呢。你看他儿子和他媳妇儿都过来陪四哥过生日了他儿子他媳妇儿，哎呀，家人们，这小老五前两天不送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小老五过两天送走就好了，如果过两天送走的话，是不是小老五也能陪妈妈过生日了？我忘了这回事儿了。我光顾着小老五，让他早点去新家，忘了这回事儿了。谁的生日？欢迎我小小苏姐，欢迎小小苏姐，感谢小小苏姐送来礼物四哥别挠了，四哥别挠了想孩子了，老大，老大哟，孩子们都走了，没事没事，俺家老大，哎呀，有妈妈，俺家老大有妈妈，老四，你看你至于这么开心吗？你老四你。你至于这么开心吗，老四啊？祝老大和老四生日快乐啊！我看我媳妇儿，我看我媳妇儿来没来等我媳妇儿过来。三文，你来快！三文，走，三文，你过来。你姑娘儿子现在过生日，你看你老太太，你姑娘和你儿子现在过生日，三文。感谢感谢家人们送礼物，感谢我们家小迷糊，感谢 Seven 小迷糊。Seven，你姑娘和你儿子今天过生日，快来！你看这么多人吵着呢，快来，Seven，快来！你出来，Seven，来，Seven，来，Seven，出来，快出来！看这了，这。你干啥呀你呀？你咋的了，Seven？
你儿子今天过生日，塞文，感谢我天天快乐姐，感谢我天天快乐姐，塞文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塞文呢？你看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三文妈妈来了，三文，一三文，咱今天，咱今天得放两桌，放两桌，三文，猫大的一桌，感谢永存宽容，宽容之心，啊，谢谢家们来直播间，咱们祝老四和老大生日快乐啊，三文你快来，哎呀，你看这，快来，你快来。三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他不出来，三文媳妇，你哄他，你哄他，你哄他，三文出来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怎么整啊？你说，三文快来！你好好，我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行了好了，过来，三文快来过生日了，快老四老大过生日家嘛啊！我四哥和老大今天过生日啊！三文快来，你看看都准备好了，都等你呢。感谢我米粒爱上奥斯卡，感谢我姐。三文快都等你呢，三文快。那我不吵吵了，你我不吵吵了，你叫他吧，你叫他吧。我们关上去。你把那个扔家里头塞吧，你瞅你这你这。塞吧，塞吧，过来来，你把你那把扔家里塞吧。哎呦，我挠过了。啊？谁干的？谁干的媳妇？谁干的？塞吧来，你再叫他，你再叫他，把那门关上。塞吧，塞吧，塞吧，过来来，塞吧。塞吧愿意玩那个。家们啊，俺家三文是愿意玩那个啊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，三文啥毛病没有，你看吧啊，他就喜欢咬那个东西啊。过来，三文，三文，三文，你看我喊你别喊了，怎么了？三文，三文。感谢我哈里妈妈啊！欢迎家人们，不许说三文，三文给玩具，三文给好吃的，三文过来给玩具，三文来，快来快来，你儿子过生日，来三文，你儿子今天过生日，三文快来，好宝好宝好宝，你快来快，感谢我文文姐啊，谢我文文姐，咱们开始吧。三文，你不吃蛋糕了呗？三文，你不想吃蛋糕了吗？三文，三文，哎，三文，来，好了，感谢我静文姐，欢迎我静文姐啊！感谢家人们，哎呀，咱们终于全了，咱们终于全了啊！家人们，来，媳妇，他这个吐了，吐了，我给那个啥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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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坐，你这屁股沉呢，你还骂老四，对不起啊、哦，打着你了是不是啊？这给你妈一屁拍一屁股，一下打你嘴巴子了啊，四哥，哎，你说你给我挠的，你看看你给我挠的啊，你看看你给我挠的，看看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，哎，今天这蛋糕做的失败。今天这蛋糕做的不好看，没有以前做的好看。关键是你说反正我觉得吧，对于这个蛋糕，你说咱也没学过，
是吧？咱也没学过，也没那个啥，做成这样，反正也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也可以了。你说，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挺有天赋的，但是呢，哎呀，你说我想学，你知道吧？没人给我掏学费。其实我挺喜欢做宠物蛋糕的，但是呢，就是我愿意做饭，然后愿意研究这些吃的东西，但是呢。也没有人点拨我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人教我。你还有一些细节做的那个啥，对，也没有设备，你都不知道。我本来我想给他做一个淋面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像上次小迷糊的那种面的亮面的。然后呢，我整那个芝士，你知道吧？我搅那个芝士，我隔水融化，搅了一上午，真的从8:30开始搅，一直搅到11:00多，给我自己气的哈，给我自己气的，我都直在那摔盆。咱们这个蛋糕今天拢共是做了2回了，你都不知道给我气的啥样。后来我气的我就开门，我说你赶紧起来，我说你去买山药去吧。我说搅不成了，怎么给我自己气就我就生气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个蛋糕是我做的，看看这个蛋糕也是我做的。这个，哎呀，你可别在这扒瞎了！我发现你天天一屁俩谎。这个蛋糕是我做的，咋的？怎么是你做的？这个蛋糕是我做的。这个鞋是你做的，这个是你做的媳妇，这个是你做的，这个也是我做的呀。一开始我做的是这样的，做的是这样的。然后呢还没做完，这个地方没空，我说等着回来添点啥。然后呢但是回来了，三爹瞅一眼说不好看，回来呢，然后我又改成这样了。哎呀，这都我媳妇做的，我媳妇今天拢共做了2回蛋糕。那你说是不是我做的吧？是你做的，媳妇，对不对？媳妇，那你只就媳妇，你说这个好看跟那个好看，你说哪个好看？好看一点，我真的好看，哪怕一点点。哪个都不好看，是我对这俩哪个都不满意。这个相比较的话，你说哪个好看？哪个都不好看。这次就是一个失败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咱就是不懂，你知道吧？不会。我跟你说，我但凡有个师傅教我一下的啊，告诉我怎么的，真的我得做的老好了。给我媳妇儿买套设备，给你买套专门做蛋糕的设备。你光有设备，你不给我花钱学，我有设备有啥用啊？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蛋糕哈，就有好多能用的东西和不能用的东西，我有好多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我这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的研究，哎，狗能吃啥，不能吃啥，然后呢，包括这里头用的这个东西能用什么，不能，就比如说包括它这个颜色，这个就是能用什么颜色，什么不能用的颜色，我都一个一个查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但凡我要学一下的。我指定都做的老好。好了，家人们啊，话不多说了，欢迎咱在座直播间每一位好朋友们啊，感谢我文文姐，感谢我静文姐，感谢我慧慧姐啊，欢迎我慧慧姐啊，欢迎咱们家哈里妈妈，感谢咱们家天天快乐姐啊，欢迎小小苏姐啊，谢谢家人们送的礼物，咱们的生日 party， 家人们，咱们正式开始。哎，访问一下猫蛋子，媳妇儿，一会儿猫蛋那屋也得放一桌，我先拿那个蜡烛。生日派对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想做什么东西，然后做不出来，然后自己生自己气的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今天真的我自己就生我自己气，给我气的我还累够呛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就搅那个芝士，你得一直搅，哎，给我累够呛，我给我气的呀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你看我们家老四老大几岁了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对，生自己气，就是生自己气。Happy birthday， 我四哥！你看啥话多？哎，姐们看，我纪念一下了啊，纪念一下这个蛋糕。你为什么要把之前的蛋糕拍下来呢？啊？拍下来，我没有习惯呢，媳妇儿。那以前蛋糕有吗？我有啊，我今天下午发朋友圈了。啊？我发朋友圈了。不是，我说的，我说以前做的那些蛋糕。以前做蛋糕没有，媳妇儿，就今天做蛋糕有，因为今天这个蛋糕是我媳妇儿就是倾尽毕生所学。拉倒吧你在那，天天的那个嘴哈都赶上那个老客车了，你看。就是这个地方吧，打腻子了，就是这个抛光就好了，这块
行了，对，这地方打，这地方怎么打腻子了呢？行了，这个地方我看你抹有点坑，然后我就给补了一块，然后我还没抹开，是不是？哎，看六岁，啊、哦，小迷糊。我用烤箱蒸包子失败，气了两天没说话，说我没弄好，不会做。啊、哎，真我也是，我就是生气，我不愿意说。三姐说的，咱也不知道你天天咋那么愿意不高兴。就这样式的，就是的，咱也不知道媳妇天天为啥那么不高兴啊？有的时候就自己生气，就是不想高兴呢、啊。黏裤腰一样，我说话多好听啊！我就嫌我媳妇。我们 seven 都烦你 ，seven 你干叫都叫不出来。我就嫌我媳妇喜欢听的书。你还拉倒吧，你是在直播间，你净捡捡我爱听的书。帽子，帽子。喜欢碎碎念，那、哎、我跟你说，那嘴。唱生日快乐歌。这个辅助队，你们几个能不能找好地方？三位上，咱们几个，你们这个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啊，真不好看。可能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拢共今天一天就让你买一个这个这个一个的这个。哎，上次那个谁也是我买的。小迷糊过生日是我去买的。然后这次拢共就让你办这么一件事儿，你说你整的这什么玩意儿？媳妇儿，其实我买了好几个，他跟我说这个好看，知道吧？我给你拿那个去，拉倒吧。他说这个好看，我说这个不一定能好看，他说你放心吧，指定好看。到现在都六七的玩意儿。你哈，你就是愿意被人骗的那伙的。是吧？以前让朋友骗，然后现在卖让商户骗。我好骗。对你我好骗，是不是？哎呀妈！你拖鞋子摔飞了。我把塞一下啊，你们。哎！我拿来，快！看迷糊叫走了已经。哎呀，可别麻烦了。给他拖鞋，快拿拖鞋，快都过生日了，快！再问你爸拿拖鞋，快！换新沙发了，这个沙发不就？早就换了吗？不早就换了吗？我过生日都没有蛋糕，也没有人。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也没有蛋糕啊。完了，他要回去了啊！你看看，那 seven 回去了，咬他的垫子去了。明白了，进来，快！明白。哎呀你！多等转事儿吧，因为你不配过生日了。谁不配过生日了？我不配过生日了，你配。三位来，三位出来了，三位来，三位来。谁给挠的？等谁给挠的？好了，三位出来，出来，关上。好了，明儿快出来，快出来，明儿快！今天是个大好日子，快明儿来，明儿，快来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快明儿来。怎么卖货了？想买牛肉条，牛肉条？你说哪个牛肉条？等会儿呢啊，家忙啊，我这个没添加完呢，媳妇儿，你那狗狗坐那去吧，让摆成一排去呗，媳妇儿。你召唤明儿一下吧，得召唤明儿也过去。对，你让虎妞下去。虎妞下来，过来，虎妞，老四往那去。虎妞过来，虎妞过来。哎呀，老四过来，老四来，老四。
过来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让老四和老大坐中间。啊？塞在中间？不是，你让那个，你这么的。你是我说让塞在中间也行，但是呢，你让小石榴跟让小石榴跟老四在一块儿，好看，你这夫妻俩吗？对不对？小迷糊靠边就行，小迷糊在边上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哎，行吧，让老大上塞在这边来，老大上塞在这边来就好了。对，听我的，听，要听你的。听我的，那咋不听你的呢？你过来，你说坐这儿就好了，就好使了，媳妇儿，你说坐这儿就好使了。老大过来，老大过来。哎，对，你看看，听你的吧。你看，啊，不过来，你也过来。牛肉条，今天老大过生日，家人们啊，今天咱们家这个贝蒂这个牛肉条啊。今天是13.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给大家发波福利，13.9一袋，一袋400克啊，家人们，啊，一袋400克的零食啊，有想买的话，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拍的啊，这个啊，贝蒂的这个400克一袋的啊，13.9，老四最喜欢姥姥啊，哎，对，石头过来行，然后哎，明伟过来行，媳妇儿，明伟过去，明伟听话，小明伟的，你们在那家说，哎，你瞅这个逼。他妈的，他在那抱着床来呢！哎，对对对，他过去！哎，对，什么？我不寻思，这么的在那家这都这让我抱粗口了。你跟他们几个增加一家的感情吗？我不用增加，都比你感情深厚。啊，现在，哎呀，姐妹，你看，三人至少在中间，老四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这边是水妞，那边是石榴，我肯定是有点多余的。小明啊，我感觉这屋里就你多余。小明，我感觉你多余了。啊，明啊，明啊，你也要坐中间吧？你看你这抢个 C 位，谁要坐来？来吧，快伸过来，伸过来！你妈不参加了吗？你这Seven都他妈膈应你！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Seven，来，Seven，来，过来！你生啥气呀？你那老婆。快，Seven坐这儿。Seven 上，你还不愿意了？你坐下，坐好了。Seven 说你是真膈应人呢。来，你坐这儿，牛在不能坐中间啊，大了坐下面啊。你是孩子，你孩子应该坐在啊这儿，你坐这儿啊。阿宝，然后呢，给我四哥，咱们一会儿马上上台。哎，生日快乐帽呢，媳妇儿？帽你看在哪儿呢吗？刚才你不拿了吗？啊，帽没看着啊，媳妇儿。我咋？哎，我正想把你刚才那出学给那个啥，来，你拿的，你拿的，你快点，我给他们学一下吧。那我把手机撂那儿了，你们想不想看三文爹刚才那个？这个老大应该戴粉色的吧，是吧？老大戴个粉色帽啊！老大，生日快乐啊！哎，老四，来亲一个，好，媳妇儿，再亲一个来。你滚犊子吧你！老四亲一个来，老四也生日快乐啊！老四戴俩帽啊，老四，好，媳妇儿再亲一个来。哎呀，你们快点的吧你！再 OK。11点能不能开始的？能，11点就造完了应该。来，这边啊，好，再 OK， 退。这地方，这么着吧，啊，好了啊，咱们生日，等会儿呢啊，小贾还整个恐龙图案呢，什么？恐龙枪，恐龙。你们咱坐起来，这虎妞啊，咱有点仪式感行不行？老四，这怎么的了？来，这坐起来，虎妞，我这坐起来人，看你都坐起来，就你趴着，虎妞，我坐起来。你坐起来不对，你坐一会儿。你上一上，你起边。完了。他准备拍照，1、2、3，茄子。你挂的不正，你怎么正？1、2、3，别老看这儿。六十六。
好了好了，好来，咱一会儿唱怎么唱生日快乐歌啊？啊？行，那我今天整理掉。这下这石榴那个头发怎么的了？好，帮我给你掰一下子啊，保证掰一下子。不许动！大哥，蓝色和绿色不分吗？蓝色和绿色什么意思？那不蓝色老四戴的是蓝色的吗？你把卫生间的灯开开就行。开了。嗯，这样能看清吗？能，能看清吗？看不清吗？你点上火就看清了。这样不行吧，这样太暗了。行行行行行，这样行吗？行行行行行，不能太暗了，坐不住，太黑了。这种就那就这么地吧，那就这么地吧，行吗，家们？啊，老三，不行，老三，给我下车，准备坐起来，准备坐起来，准备坐起来，对了啊，好，等我一会儿。哎呦我操，是不是蛋糕太他妈沉了，媳妇儿，又在扣地上。你要扣地下，你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姐妹，你拍个视频呗。哎呀！啊！我能拍好个嘚儿啊！我要记录一下子，你看看你，你别管你是嘚儿还是啥。哎呀！说着，你非得先看会儿视频干啥呢？我看什么视频呢？我。真费劲呢，可不咋的。你那行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好，从这过来啊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等会儿我从门那边，我突然出现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然后呢？但他们指定又跑出来了。不能跑出来，我告诉他们先别动。我那什么，我从那边过来就行。我从这，你就拍这个瞬间就行，是不是？来，拍过来，来，好了啊，等会儿我从那个地方过来啊，等会儿我从这个角度啊，让我过去啊，给他们一个惊喜啊，是吧？啊，嗯，开始啊。Happy birthday, 妈妈，妈妈妈。老四，你也跟我去啊！等会儿，老三坐来，再坐来，来坐上，三你过来，你上来，上，三上来，好，三中间过来，正中间再来，三有什么中间？老四，你把这边串了，来，你过来，老四，我这边过来，来，过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从这边来，三，老四，好，再来，三中间，再上来，三中间，再来，往退，退，好。好，再退，去，过山，好，老四啊，等会儿的，我问问他们俩啊，这是咋这么暗呢？这咋这么暗呢？这个，把灯先打开。
咱蜡烛虽然没吹呢啊。等会儿，我你看他自己蹦出来的啊，谁说他自己看视频了？傻子，来。来，给你坐下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好，啥呀？给我。喂，老师，老师，让我前去拿。我紧张。好，你往前面行吧，好，好了啊。哎呀，祝我们家老四和老大生日快乐啊！哎呀，这小蛋糕真带劲呢！我四哥和老大六岁了，老大生日快乐！谁最辛苦啊？老大谁最辛苦？老大，他怎么能辛苦呢？我的妈呀，怎么整的？谁最辛苦啊？咱们家谁最辛苦啊？老四，老四，我问你了。重来啊！不行，等会儿扶着坐起来。老四，谁最辛苦啊？你再说一遍。谁？老四，老大，谁最辛苦啊？那你俩扯吧你。行了，你离他远点儿，不行，你的诱惑力太大了，诱惑太强了，你坐下来。坐下来，什么小哥哥你？等会儿呢，我重新拍一下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三哥来，三哥来，啊！我们六都着没了个屁的，来，小牛啊，小牛啊，我解散了，小牛啊。完了，解散了个屁的！行啊，就他们几个吧。那前面几个拍吧，这么的吧，咱们这么的。小牛跑了，啊！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老师，你说你这整个挨揍了这么多，你往这边点，老师，你看你这没吃饱呢，你往这边点，老师来，坐着，哎，好。咱老铁都在那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上这儿来，你先离他远点，人家过生日呢，你等会儿你出来，哎呀妈呀，你这么行啊，要了等会儿的，你看看你小石头，你就不能离他远点先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嗯，这一下把空调给拽掉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哎呦我的娘啊。我刚才站凳子现在没有凳子了，这边咋整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蜻蜓点水的工作行不行啊？短了，来，把扶着坐下，扶着坐下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他妈是几？扶着坐下来，等会儿的转个板，看板那扶着坐下来，好，来，他们骚人了，我怎么解释？好了，来，不要坐下，不要坐起来，你看你，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哇哇哇哇哇哇，祝老四和老大生日快乐啊！今天六岁了啊，小蛋糕啊，祝你们二位生日快乐！老四老大来问你们俩啊，哎，过生日了，咱俩谁最辛苦啊？老大，谁最辛苦啊？你看你俩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子吗？妈妈最辛苦，妈妈，谁最辛苦啊？老四，谁？老四，谁最辛苦啊？你说呀，老四。你说你那帽子，你戴的动作真的像250似的，你干啥呢？老师，你戴正点不行吗？你都戴哪去了？
我脑瓜被老爷吵得嗡嗡。老爸，谁最辛苦啊？谁最辛苦啊？老四，老四谁最辛苦啊？老四，谁最辛苦啊？对啊，啊，好了啊，啊，祝我们家老四和老大生日快乐啊！哇哇哇哇！走啊，来。老大老四生日快乐啊！哎呀，今天六岁了啊，咱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老四老大生日快乐啊！老四老大来问你们俩，今天过生日谁最辛苦啊？啊，老四，谁最辛苦？你大爷的，真的跟你妈一点关系没有啊！真的，你俩回去，你俩回去，快回去去！你俩回去。哎，我就感觉那样录挺有意思的。你出其不意，不易。行了，拉倒，不拍了，不拍了。我的生日，不行了，嗓子哑了，快快的，三位来，三位来。嗯。再上来，再上来。那吃生日蛋糕了，快来吧！来，替我去蜡烛。明白，明白，来，明白。这六，明白，明白。这六已经不像六了，家人们。明白，明白。啊，六六已经是像一个月牙。明白，上来，明白，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妈，气死我了！整的我脑瓜直蒙圈呢！啊啊，在磨叽，那么拍真。刚才那个真挺好啊。人都不摸嘛，然后结果说真是哈，娶了媳妇儿为了娘，出其不意。哎，你非得那个啥，一点一点一点都不会变通。老大呢？老大啥意思？老大也是吗？有了弟媳妇儿，忘了娘吗？你数字六已经挺喜欢老四的，结果老四摸媳妇儿去。掐了吗？影响不好。影响不好。就是出血。哎，等会儿，三万坐，三万坐，坐。这家吃个蛋糕不容易啊。咱们吃蛋糕啊。吃蛋糕了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吃蛋糕了。看这蛋糕里边啥样的啊？这既然所有东西都不能吃吧，媳妇儿？那个顶上插的那个红色和紫色能吃，那是芝士。芝士能吃啊？等会儿呢。等会儿，这小芝士，坐，等会儿啊，给你们切蛋糕，一人一盘，咱一人吃一盘呗，行不行？这能吃，咱来看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不叫这个，看那个，哎呦我的妈，怎么自己造上的？把那帽子拿去。明儿回家睡，明儿搁这儿呢，明儿搁这儿呢。这家抚宁还知道兔棍呢，哎呀，感谢亲家，感谢那个妥妥先生，你亲家来了，欢迎我亲家啊，欢迎我亲家，还给送了个穿云箭呢，啊，给送了个穿云箭，我亲家送个穿云箭呢，嗯呐，感谢我亲家啊，给我亲家点点关注，家们啊，给我亲家点点关注，开，感谢贝贝姐啊，欢迎贝贝姐啊，欢迎贝贝姐，感谢我 S7 老四，感谢米粒爱上奥斯卡，来三位，感谢倩文，感谢仰望星空，感谢 Seven 腐妞啊，一会儿让 Seven 爹那个给感谢啊，一会儿让 Seven 爹感谢，看这个蛋糕什么样了啊，两个老实上了，这蛋糕哈，只能先切上面这层吧，姐们是吧？那肯定的呀，再等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三万！
哎呀，我这闻到香味儿了，媳妇儿。行了，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先别着急。三妹，你看看你们几个，三妹呢？三妹，你看看。你让他坐那儿呗，先。坐下。一会儿都看不着你他啥样。坐。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再坐下，坐。三位，坐坐，坐下坐下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坐坐坐。等会儿人可没了，你看他跟狗砍的似的，你瞅瞅，让你坐下。不行了，控制不住。三位，你等会儿，你儿子没吃呢，你等会儿呢，三位，等会儿呢，我给你分。你等会儿，三位，等会儿呢。再给你，快来快造造造造，快来造造造！哎，扶着这你呢。迷糊呢？小迷糊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来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小迷糊咋不吃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瞅的我都着急了。迷糊，迷糊来，迷糊，小迷糊来。三妹，你等一下，我给猫蛋子整一等等，我给猫蛋子放，我放一桌里头有猫蛋子，快。哎呦我的妈，一会儿都造没了这一块。等会儿等我分，等会儿一会儿分。分啥呀？人家都已经造没了。猫蛋子，你就不能等分完了之后你再那啥？你说你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这些全都让猫蛋子吃啊！哎，我的天哪！来来来来，等会儿来我分。干啥呀？这干啥呀？这是啊，看他这样的。你快切，快切，快切吧！哎呀，快切！那咱切啥了？你切呀，一人再来几块啊！要一会儿三分护上了，谁都吃不了了。切呀！这不咋切呀？你瞅你跟个大冤种似的，你瞅你。等会儿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三分，小迷糊上你拿块啊！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来！迷糊，迷糊，这是牛肉的，快！迷糊来，回家吃，迷糊来，快回家吃，迷糊来。嗯。哎呀，四哥没吃，没咋吃着。四哥过生日，吃啥？四哥过生日。啊。老大，老大来，老大来。小妞。嗯，吃了吃了啊，三碗给你一个，三碗来，你吃吧。我操，我把这底划了走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吃吗？咱们不对，好吃吗？老师，哎呀，你吃你的呗。妈吃，三妹吃的鼻子上都是，三妹吃的鼻子上都是。这家伙造的。啊！我说三妹吃的，你看三妹，你看三妹鼻子上。媳妇，你做的蛋糕太好了啊！只能说我媳妇做的蛋糕太好了。啊！谁过生日啊？老四和老大过生日，家吧。你快吃吧，孩子啊！家吧，咱家这个零食，哎，等会儿啊，等，你拿点，你先拿点。快吃去吧。
这家，哎，你说费劲巴拉，费劲巴拉做一个，然后康子康子，两分钟吃完了。芝士棍子没有，他们不带吃棍的。啊？他们不带吃棍的。棍儿可能不能吃，来。加上咱这贝蒂零食啊，贝蒂这个宠物零食，加上400克一袋的啊，400克一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活动价13.9一袋吧，媳妇，是不是13.9？对，13.9一袋啊。你看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拿的这个是鸡肉肉皮卷，这是鸡肉肉皮卷，这是专门给狗子磨牙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了。鸡肉肉皮卷，你看着啥你看啥呀吗？有鸡肉肉皮卷，有那个鸡肉肉盖奶棒，还有那个就是。鸡肉铲薯条，还有鸡肉铲薯条，全部都是13.9一包，家人们啊，来400克的啊，这是专门给狗子磨牙的，家人们啊，我现在手里拿着鸡肉，就是鸡肉绕皮卷啊，来，吃来，你吃来，吃一个啊，你看家人们，给狗子磨牙用的啊，14.9特别划算啊，400克一大袋啊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你们开吧，今天我四哥过生日，家人们啊，对，你看家人们，狗子特别喜欢吃，你看鸡不吃啦。感谢二宝干妈送的跑车，欢迎二宝干妈。小明，给你一个小明回来，小明来，给你一个好吃的，快，小明儿，迷糊手的蛋糕呢？小明儿，你干啥？你看明儿，能看咱咋的？咋不过来呢？给他一个好吃的，你看明儿啊？啊，迷糊手的蛋糕呢？迷糊，你干啥呢？迷糊。链接在哪？正在讲解当中的这个链接就是啊。这一包里边有20多根，哎，一包里有20多根多吧？啊，20多根，啊，来15单，没有多少单，家们啊，这个没有多少单，狗都特别喜欢吃啊。有鸡肉肉皮卷，然后呢，还有那个鸡肉肉薯条，两个队拉布拉多能吃，家们啊，两个队拉布拉多啊，3个月以上，哎，2个月的队不能吃，家们啊，怎么也得3个月以上。啊，要不你家狗太小了啊，怎么也得3个月以上才能吃啊，家人们。13.9多便宜啊，咱原先这个卖22.9，我原先卖22.9毛钱啊，家人们。这个雅和磨牙棒没有了吗？雅和磨牙棒没有了，现在没有了啊，迷糊不能出去，容易被抄家。没有了吧？吃饱了吧？没人吃了，媳妇儿看。媳妇儿，这一个大蛋糕多少斤肉？一共是买了四斤的牛肉，外加上买了四斤的牛肉，外加上那个是，几斤啊？4斤牛肉，然后呢，还有那个鸡腿肉，鸡腿肉买几斤？鸡腿肉买了4斤鸡腿肉啊，一共是将近10斤呢，媳妇儿，将近10斤的这个蛋糕，给老大吃一个，老大来，老大一个啊。这个咋做的蛋糕啊，就是用鸡胸肉和那个什么做的，用那个和牛肉做的，把鸡胸肉和牛肉用那个绞馅机给它打碎，知道吧，然后呢跟着这个里边再放点西兰花，然后呢媳妇儿，就是不是就是鸡肉，就跟肉馅一样呗，这个东西就是肉馅一样。来35单，这个零食马上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13.9一包，大狗小狗都能吃啊，大狗小狗都能吃，有鸡肉绕皮卷，家人们，有鸡肉绕薯条，我现在手里拿着鸡肉绕皮卷啊，你们看鸡肉绕皮卷有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里边是皮的，你看家人们，狗都特别喜欢，你看，来，虎妞来。来38单，下方小黄车，没磨牙棒没有了，没有磨牙棒了。磨牙棒，你看这个链接里磨牙棒有没有了？这个磨牙棒叫鸡肉绕皮卷，家们，你看有没有了？啊，老师又过来要来了，又过来要一个。咱们给咱至高无上的榜一点点关注啊，妥妥先生，家们啊，我四哥的亲生父亲，我四哥的亲爹，家们，咱给点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四哥和老大的亲爹，也是我们家，我也是俺家小迷糊的亲爷爷，小迷糊的亲爷爷啊，家们。都是咱自己家人，紫色的是奶油吗？紫色的不是奶油，家吗？紫色的是那个是我媳妇儿用那个山药做的，山药里边添的一点那个食用色素
啊，添加那个食用色素，知道吧？就有很多那个，就比如说家们，你们咱们吃蛋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颜色不同的奶油，知道家们有各种颜色不同的奶油，就是食用色素再加上白色的奶油调制出来的，调制出来各种颜色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用那个山药调制出来的，知道吧？粉色那个粉色的家们也是用山药调制出来的。啊，哪个是四哥的亲爹呀？一号麦妥妥先生的拉布拉多，妥妥先生的拉布拉多就是我四哥的父亲，家人们啊。二号麦是小牛的媳妇儿，感谢我小牛媳妇儿啊，感谢我贝贝姐啊，欢迎我贝贝姐啊，还有欢迎咱们家二宝干妈啊，欢迎二宝干妈啊，还有我们家我爱塞班老四，感谢姐，感谢米勒二三奥斯卡，感谢我静文姐，感谢我仰望星空姐姐啊，谢谢大家啊，感谢我慧慧姐。小白小苏姐啊，还有我们的哈里妈妈，感谢蔷薇姐啊，谢谢家们送来的礼物，家们。牛牛开始刷盆了，他们吃饱了，家们他们吃饱了，你看不着？他们吃不下去了，那里边还剩肉呢，看着？那里边还剩肉，没吃了，吃饱了。祝老大和老四生日快乐啊！老四和老大现在已经六岁了，已经是大，又过来要好吃的了，看家们。又过来好吃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啊，这个零食有没有了，家人们？你们看能不能拍了？那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能拍的，就是有；不能拍就没有了，家人们啊。它有那个有断货的啊，家人们，这个啊，这个点第几个链接呢？这个鸡肉绕皮卷在下方小黄车，这个是没有了吗？36号链接，家们13.9元一包啊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给三位一根来，给三位一根，哎呀。好嘞，给老四一个。好嘞，老四没有了，这回真没有了。你看小石子啊，捧着吃，家们捧着吃，磨牙的啊，有磨牙的那个，家们那个鸡肉热薯条，鸡肉热薯条也可以给狗子磨牙。然后呢，外面是薯条，里边是薯条，外面是鸡肉，知道吧？鸡肉热薯条。然后呢，它不单是可以给狗子磨牙，而且可以补充蛋白质，补充膳食纤维。它外面是地瓜，迷糊没有来吃啊？欢迎我仰望星空啊！欢迎仰望星空啊！感谢仰望星姐啊！迷糊在笼子里呢，明在笼里边看着他的那个什么呢？那个蛋糕呢？我刚才给小明大的一块大蛋糕，明大在那看着呢啊！来42单，还有多少单？有没有了，家人们？家里的狗子想吃有需要零食的家们啊，有需要零食的400克一大包。今天老四和老大过生日，咱们之前都是卖多少钱一袋？卖22.9元一袋，家们22.9元一袋。今天在三元店直播间直接13.9元啊，直接13.9元，直接包邮到家，家们啊。来45单，我看有没有了啊，我看看啊，这个应该还能拍45单。就剩鸡肉绕皮卷和鸡肉薯条了，啊，别的没有了，手撕牛肉也没有了，鸡肉绕牛肉棒，哎，鸡肉绕皮卷有，家们啊，就是刚才我家狗子吃这个鸡肉绕皮卷有，鸡肉绕薯条也有，家们，鸡肉绕薯条也有啊，剩下都没有了，啊，已经卖完了，多便宜，家们啊，13.9元400克，13.9元400克，猫蛋子也吃了，家们。咱们家的猫蛋子也吃了啊，我给你们看看咱们家猫蛋子啊，我们家猫蛋子也造上了啊，猫蛋没吃了，猫蛋他们竟然没吃了，这上面是家们，这上面是碎肉啊，它不是说整块的肉啊，你看这上面是，这是你看家们，这是用绞馅机绞开的肉，狗棍就没了，就没了，罐头狗罐头没有了，家狗罐头目前为止现在是那个大罐肉罐头啊，包括那个什么罐头现在是没有了啊。这猫，这个猫这么不能吃吗，家人们，你看看啊，包子花卷子还有这俩猫蛋子，四个猫竟然没吃了一块蛋糕啊，一块蛋糕你们几个都没吃了。给太多了，他能啃下来，家人们，这个里边不是整块肉，看看着吗，家人们，这是我刚才给他们吃的是上边的吧，这是上面那层的，上面这层是鸡肉的啊，上面这层是鸡肉的，下面这层是牛肉的啊，牛肉配蔬菜，
啊，大饺子长了。老四，老四，小迷糊，你过来，小迷糊，难道小迷糊的蛋糕还没吃了？啊，小迷糊，你蛋糕还没吃了？小迷糊，怪馋人的，你还没吃了呢。啊，鸡肉肉皮卷，家人们，鸡肉肉皮卷还剩最后六单啊！鸡肉肉皮卷还剩最后六单，家人们啊，没拍的家人们，咱抓紧拍单。啊，鸡肉肉皮卷就是刚才给老四他们吃这个专门磨牙的家们啊，外面是鸡肉，鸡肉提高适口性啊，里边是牛皮啊，专门磨牙的，14块9毛钱一包，一包里边有20根，吃没了，我这也吃没了，没有了，还剩最后还有五单，下方小王子啊，剩下的就给四哥吃吧，这里边这个啊，这里就不给四哥吃了，这是专门给猫，哎，这下面是牛肉的啊，下面是牛肉的啊，上面鸡肉下面是牛肉的，这个是啊，今天看不到小迷糊，看迷糊，迷糊，我给你们看迷糊，迷糊在这护东西呢，迷糊都去看迷糊去，走，咱们看迷糊去，这不吃了，这没人吃了，这里边还有肉呢，这里边还有肉呢，吃饱了，你看家们吃饱了，嗯，是不是不吃了吧，还是怼了，你看他还怼了，吃饱了应该是，我觉得家人们，我感觉好像像是吃腻了似的呢，是不是像是吃腻了似的呢，迷糊你也吃饱了啊，迷糊你也吃腻了，迷糊没有，啊，小迷糊说了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说给我爷爷点点关注，小迷糊说要不他就一直叫唤，小迷糊说给我爷爷点点关注，我爷爷在一号麦呢，小明不乐意了，家人们，看我爷，小明说我爷来了，不给我爷点关注，他闹挺，心里不得劲儿，啊，所以他叫唤，啊，哎呀，明儿可喜欢爷爷了哈，啊，行，点了，你多吃点。啊，行，你别吵了，别吵。妈妈，啊，点了是吧，家人们啊，没点关注，待会儿给点一点啊，小迷糊的爷爷。Seven 呢 ？Seven 又跑哪去了？塞班，你又跑哪去了？塞班，哎呀，这过完生日就解散呢，啊？有猫粮吗？猫粮也有，家人们，猫粮也有啊。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咱们家的猫粮啊。想买猫粮的话，你就买这个，我们家猫咪吃的这款小猫粮，是，这是五谷的猫粮啊，家人们啊，45一袋，五谷的，100%的好评，一个差评没有，一个差评没有。啊，家人们，吃点酸奶吧，我给他们分点酸奶吃。啊，家人们，给他们分点。迷糊，老给吃点酸奶吃。老大、老四、老大啊，我老四、老大吃点酸奶吃。哎，虎妞吃了多少蛋糕？虎妞吃的我不知道吃多些，他肯定是没少吃。他指的没少吃，因为怎么的，家人们啊，我媳妇做这个蛋糕吧，他非常实诚，知道吧？他正常搅那个鸡胸肉，老铁们，他得使劲往里边怼，往里边塞。家人们，怎么一挤压？它才能成型，如果不使劲挤的话，家们就跟肉馅一样就散开了，我这么说就明白，家们啊，对不对，它这个都是经过就是挤压的，就摁住的，摁实上的才能成型啊，扎实，对，所以吧，家们啊，这个咱家这个蛋糕这回整是两层的，一个8寸一个10寸啊，相当于整了两个蛋糕啊，压缩蛋糕，老四过来了，来，四哥，老四，过完生日你就不搭理我了，是不是，老四？啊，老四过完生日就不想搭理他姥爷了。
老四，老爷希望你以后啊。老四，老大呢？老大啊，你俩以后别打架啊。老四，你过生日了，你也算是成长了一回了。说老四又成长了一岁了。我希望以后吧，你呀，长点心啊，以后可不能脾气不好了，老四啊。以后再脾气不好的话啊，你就危险了，蛋就掉了，老四啊。老四啊，感谢我经过姐，欢迎我经过姐。哎呀妈呀，感谢我姐送来的穿越剑啊。再给我经过姐点点关注啊，给我们家四哥和老大送的穿越剑，谢谢姐啊。主播猫粮能给便宜点吗？能39元，不能39元一袋，不能39元一袋啊。这个猫粮现在活动价就是45啊，人是有管控控价的啊，家人们啊。咱家这个猫粮的话在外面买60多块一袋。90多块一袋的啊，家人们，我之前是甩货，不可能便宜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对，现在已经是非常低的价格了。咱们给那个家人们，咱们给我们家金过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好不好？感谢贾一宝，感谢我金过姐，下秒榜了。行了，别吵吵了，啊。贝蒂零食已售罄了，没有啦啊，没有了，家人们，就是没有了啊，卖没了。贝蒂零食已售罄了，没有了。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。老四，我还没说完话呢，老四啊，以后你好好的，老四啊，好着，咱直播间好朋友好长时间没看着，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今天老四和老大过生日，知道吧？包括老粉，包括新粉，包括就是不，现在是原先总看咱们直播的啊，到现在不怎么看咱直播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今天因为有好多朋友们啊，都来咱直播间，共同来祝我老四老大生日快乐啊！欢迎咱们直播间老朋友们啊，哎，新老朋友都汇聚一堂了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。啊，过来看俺家迷糊啊，小还有俺家老四啊，木人，我给你是啊，今天拍单狗粮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就能发货，明天就能发货了。那个狗粮不是说咱家奶改价就能改价的啊。然后咱木人，我给你上车了，家们，木人，小明，你干啥呀？小迷糊，木人，咱们东北纯正东北黑木人啊，一粒假木人都没有，家们，全部都真木人，没有增重的，没有科技狠活，家们啊。咱家木耳全部都是正宗天然的东北黑木耳，一粒假木耳都没有啊！家人们，23.9元，180克，55一斤。记住，家人们啊，回家用木耳泡，一克木耳能泡出14到15克，一斤能泡出来14斤到15斤。啊，家人们，一斤木耳泡出14斤到15斤啊，就是这么牛，知道吧？啊，千万不要买假木耳，买20多块钱、30多块钱的一斤的木耳。我告诉你，家们啊，一斤只能泡出2-3斤出来，那木耳全是增重的，全是科技，知道家吗？全是假木耳，可以说家们吃进肚里就是那个聚酯纤维，就全是他妈塑料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咱家木耳全部都是真实的，真正东北黑木耳啊。来，小迷糊，你干啥呢你？啊，牛。明天木耳，明天就能发货，明天就发。哎呀，小木耳，小迷糊啊啊！小迷糊吃够了，都吃饱了。小迷糊别吃了，迷糊来，我来了吧，别吃了。老四来，快来，他造了他。我今天解决负担了，迷糊啊！迷糊吃够了，吃饱了，家伙，他们吃饱了，太多了，整了相当于整了2个蛋糕，吃多了，吃饱了，迷糊吃够了。我给你减轻负担了，迷糊啊，你不能怪我姥爷吧，迷糊，给我经过姐点点关注，家们，至高无上的榜一啊，咱们家老铁粉了，家们啊，很久很久以前就关注三元霸了，家们啊，咱给点点关注啊啊，小明，我把饭盆要掀翻，我能让他掀翻吗？家们，咱说我能让他掀翻吗？啊，迷糊多可爱呀，老大也不吃了是吧？家人们，老大也不吃了。伏妞吃不吃了？这里面还有肉呢，大哥啊，这里这么多肉呢。
都吃够了，吃腻了。其实老大不护食，老大不护食，三万都不带护食的。现在家嘛啊，三万你看，快你看，你吃不吃？你看老大挺厉害的啊，老大把三万撵跑了，老大把三万撵跑了，包子吃了，包子和花卷子，家伙他们都在笼子里都吃了。三万你咋了？三万你怕你姑娘啊？三万，啊、嗯。辛苦三万了，家人们，想想，家人们，咱想想六年前只有三万和小石榴的时候，家人们啊，你想想，六年前只有三万和小石榴，那时候还不知道老四，还不知道老大，更不会有腐妞和小迷糊，家人们，那时候刚有我四哥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老四和老大就是生他俩的时候，家人们？剩他俩的时候，你知道咱直播间一天的观看量是多少人吗？老铁们，啊，老四，就生老四和老大的时候，当天咱直播观看数人数是100万，家人们，这是三元爹那时候直播人数最多的时候啊，咱直播间都没低于过12000人，知道吧？12000，就是每天日流量、日活跃流量，咱直播间是100万人，那个时候。啊，那个时候家人们啊，就 seven 和老大，老 seven 老大和老四他俩生孩子那天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是光刷礼物给 seven 爹，我都没说要礼物，还有我没感谢过来的，家人们就光刷礼物的话，一天好像也有2-3万了吧。啊，知道那个时候老多喜欢老四老大，包括 seven 的时候，就是没有老大和老四之前， seven 就已经非常有人，很多人知道 seven 了，知道家们买木耳就买老爷家的，没有科技狠活，咱家指定没有，你放心拍就完了啊。有一颗，有一粒是科技与狠活的，家们啊，我给你全额退款，家们啊，你找平台举报我，给我封我的购物车，家人们啊，我给你假一赔十，家人们，给你假一赔十啊！哎，以前都十万加我没上过，家人们，十万加没上过。咱直播间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就2万多人，也就2万多人啊！对呀，三万原先没有老四和老大之前，家人们，三万就已经是有200多万粉丝了，那个时候，知道吧？而且三万是用1年多的功夫涨了200多万的。知道吧？2017年的时候，三万出生是2016年，三万到我家之后已经2017年了，知道吧？三万生老四和老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都2018年，就这个时候呗。2018年这个时候，1年多的时间，三万涨了200多万粉丝，家人们，啊，更何况那个时候宠物主播很少很少，知道吧？很少很少，你现在有很多宠物主播我都不认识了。家人们，原先我们那些宠物粉丝、宠物主播，俺们都认识，知道吧？因为那时候就俺们几个玩，就俺们几个宠物，怎么做到的呢？啊，100多万观看，家人们啊，不是说同时在线，老铁们，就是一场直播，明白意思吗？家人们，你说的是10万加，那是同时在线人数是10万加，我说的这个是一共流量，知道吧？他来了，有的人来了看了半天才走，有的人进来就走，有的人呢，家人们，看个一天他才走。我说的这个流量，不是你说的同时在线那个啊。有了我四哥和老大之后，家人们啊，有了我四哥和老大之后啊，那个时候你才怎么的，家人们啊，每天都喜欢看老四睡觉，每天都喜欢看老四睡觉，然后呢，家人们每天都问我四哥1+1=几，家人们，我们家老大是天天卖萌啊，老大老四是特别笨那伙的，老大是特别反应慢那伙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三万始终都非常活跃，家人们，三万始终都调节咱们直播间的气氛啊。晚上好，家人们啊。我是看到 seven 给老四老大他们喂奶要睡着那个视频关注的，好玩是不，家人们？那个视频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呢，家人们，我拍的每一个视频只要你提出来我肯定知道什么时候拍的
哦，那个时候你说的那个视频是刚生完 seven， 刚生完老四和老大那天晚上我拍的，那天晚上我拍的，知道吧 ？seven 累一天了，知道吧？又想睡觉又不敢趴下 ，seven 特别宠孩子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老四和老大都是被 seven 宠出来的，啊！而且 seven 那时候特别护犊子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，seven 都不让我碰他的孩子。家人们，我还得拿东西，我还得就是我要想碰三文的孩子，家人们，我必须得拿吃的，我把吃的扔到另一面啊，我必须给三文玩那个声东击西，家人们，三文才能让我碰孩子。你们谁记得，家人们？你们可能有好多朋友们，咱直播间能有10%的人记得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以前跟三文想拿三文的孩子，想拿老四老大，必须得声东击西，我把三文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我才敢拿他的孩子。家人们，要 seven 指定不给我，知道吧？那俺家 seven 把那孩子捧手里头，家人们啊，就跟这真就是宝，知道吧？哎，全搂自己怀里头，谁也压不着，谁也不压着啊。老大和老四都是 seven 精心的啊呵护长大的。你看这俩孩子长得大吗？家人们，你看老四和老大，他俩长得个头都不小，都不小，喂的特别好，而且 seven 到点就喂，到点就喂啊。对啊，我还总说脱狗来了，那时候总给三万，家人们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一个视频多少万播放量吗？那一个我说三万，我说三万，狗来了，你看你家孩子丢不丢？狗来了，我说脱狗来了，三我说三万，脱狗来了，就那个视频，家人们，当时好像是1000多万的播放量，那个时候，啊，一个视频，啊，母性好，我一说脱狗来了，三万立马回家。他回家干啥去吗？查一查自己家孩子少没少。三元好像会查数似的。啊，好像会查数似的。嗯、啊。那一个视频我就涨了50-60万粉丝。那个时候。啊，都特别喜欢三元。嗯。因为那个时候咋的，家人们，那个时候会才艺的狗少。家人们，像是三元这么会才艺的狗也少之又少。现在多了，家人们，因为现在粉主播也多了。玩的新花样也多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、嗯，你们看的也多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吧，家人们，三幺爹在拍原先那种视频嘛，你说有没有人看？有人看，但是好多人都感觉没有意思了，过时了，会感觉过时了。其实过没过时，我感觉没过时，兄弟们，我是感觉没过时啊、嗯。那个时候主播就不多，对呀。小迷糊，你要干啥去？迷糊，你干啥去了？迷糊。你要变成蛋糕啊，小迷花老爷问你呢，你要变成蛋糕啊你啊，seven 可能 seven 可老可爱了，主要 seven 的才艺是真正的，不是摆拍的。小迷花那个里边没有吃的了，那个零食卖完了，你们也吃完了，迷花那里边没有吃的了啊。小迷花啥都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这小迷花蛋贼尖。我跟你说，这小迷糊蛋贼尖，老尖了，啊，他能知道那是吃的，你看，还能往家里头拿，你看家吗？啊，啥玩意儿不往家里头搬？你说小迷糊啥玩意儿不往家里头搬？啊，你说小迷糊如果有老婆和孩子的话，那老婆孩子老享福了，是不是家们？啊，那媳妇和孩子老享福了，贼事儿。我跟你说，啊。小迷糊蛋的链家，真链家的孩子 ，seven 现在拍 seven 的段子少了，可少了。因为 seven 现在吧，家人们啊，他说段子风格不一样，跟原先不一样了。啊，后来家人们啊，那是哪年了？2018年左右的时候才能拍长视频，啊，家人们。啊，才能拍长视频。那现在这视频，那5分钟打底都，5分钟打底，原先只能拍17秒。快看迷糊吃湿巾袋了，没有家们，他不要，他知道里边啥玩意没有了。小迷糊又我看又拿啥去？我看你又拿啥去？迷糊，我看看啊。
三是第一个关注的，后来那豆豆丫丫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这大毛孩子太好了。小迷糊咋啥去了？迷糊啊，迷糊宝贝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。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东北黑木耳是23.9元180克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没吃过咱们东北黑木耳的话，你尝一单，你听我的，家人们，你尝一单，你买一单，你试试啊，23.9元，家人们啊，是咱正宗东北的，不是南方的，家人们，咱家木耳都是这么大一个的啊，家人们，都是这么大一个的玩意儿啊，不像南方的木耳长这么一大片，长得像那么猪耳朵似的，家人们，长得像海带似的那种，不是那种，咱都是这种小玩意儿，都是这么大，老铁们，这么大的啊，最多有这么大的，没有说家人们像那大巴掌那么大的啊，我买过，挺好的。怎么决定养狗？怎么回事？决定养狗取决于自己啊，四个纸烟好了没有？四个纸烟没事儿，这没事，四个这都我都给他，来四个来看看看，他这里边就是那个好了，他那个里边东西都没了，那个豆豆没有了啊，他那就是上药上的，总湿啊，就跟那啥似的，家们，就跟老大那，就夏天之后，家们，狗的下巴底下总喝水，下巴黑一样。他那个已经好了，不疼，他一点都不疼现在。啊，他脂咽炎如果要是特别严重的话，能看到小疙瘩，让你们看了吗？这个边儿还有一点，哎，之前是个大疙瘩，好了。还得上药，这个脂咽炎很难治，知道吗？就得上碘伏，就得反复不断的上碘伏，啥药都不管用啊！千万不要给它扎破它啊，家人们啊！有脂咽炎千万不要给它扎破的，让它自己破，知道吧？就跟人长那个什么痘似的，家人们啊，它里边东西没成熟，不要给它挤坏的，我现在给老师挤坏的也没有用，到时候还会再长出来，反复的。有的时候家们，我跟你说啊，家们，脂咽炎你要整不好的话，狗长脚底下容易长一片，知道吧？这脚底下容易长一片，就每个指甲缝里边都有啊，就得持续上药，不能断。买了你家磨牙棒，感谢啊！北京丰盈花园广场，待会儿想买狗狗酸奶的啊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有没有想买酸奶的啊？咱之前那个酸奶今天，也是给大家伙有活动啊，18.8元20袋，家人们啊，18.8元20袋，买两单，家人们买两单给你们赠送5袋，啊，家人们，酸奶，羊乳酸奶，家人们啊，羊乳酸奶。有需要吃羊乳酸奶的啊，家人们，这是专门给猫咪或者狗狗吃的，不是人吃的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平时总给狗狗吃的是牛乳的酸奶啊，你们可以试一试羊乳酸奶，老铁们啊，羊乳酸奶18.8元20袋，有羊奶，还有山羊奶，还有羊乳酸奶啊，建议大伙拍两单，家人们啊，你拍两单呢，我给大伙再赠送，家人们啊，我给大家伙再赠送5袋啊，袋不大，55克一袋，家人们啊，这个羊乳酸奶55克一袋，是狗狗脚痒痒还是疼？它就是家人们啊，肯定是疼，它是脚底下受潮了，知道吧？脂咽炎是由于脚底下受潮之后引起的啊，或者是家人们啊，狗狗的笼子总硌脚，知道家人们，笼子底下那个网太宽，知道吧？那个笼子。家人们，那个笼的棱总是硌这个脚，就脚的那个，是不是叫什么地方？知道吗？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就是脚缝里边，知道吧？总硌，或者是总潮湿，它也容易那个起那个脂咽炎啊。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狗狗的，就是那个啊，干燥，
知道吧？一定要保持那个干燥啊，不要太湿了啊。嗯，小直言要保持干爽。所以家人们啊，家里的狗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养啊，一定要给它放笼子里边，给它架起来，知道吧？给它架起来啊，有空气流通，它不就干燥了吗？是不是？欢迎咱直播间好朋友们啊！欢迎咱直播间好朋友，大家伙同时过来，咱看咱们家老四和老大过生日啊，家人们啊！这个是那个蛋糕还没吃了呢，家人们，狗子也不吃了，他们也不吃了，家人们，他们也吃饱了今天，啊，他们今天也吃饱了。你看我四个大双眼皮，家人们，你没发现吗？我四个他的儿子，这帮儿子，包括老大的儿子，家人们，老大的孩子都随他们俩。你没发现我四哥和老大他们俩的基因特别强大吗，家人们？啊，就他们生的孩子，就包括老四、老大上一窝生的那些孩子，家人们都有双眼皮。老四生的孩子里边也有双眼皮，你看我四哥双眼皮多严重。老四，你看，家人们看这双眼皮，啊，我四哥他们生的孩子都有双眼皮。有皮炎涂点啥药啊？吃点啥药啊？这个我不清楚，皮炎，啊，对 ，seven 就有双眼皮，俺家 seven 就有双眼皮。狼毒，狼毒那个药也是药膏吧？俺家 seven 之前得那个真菌的时候，我给他抹过，啊，也不太起作用，啊，正常话都得给狗子洗药浴一下子，知道吧？那个叫麻辣洗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如果想给自己家狗子洗药浴的话，家人们啊，我给你们推荐个名称，这个药的名称就叫麻辣洗，麻辣烫的麻辣，洗澡的洗，知道家人们啊？Seven 之前得皮肤病的时候，我就用那个麻辣洗给 Seven 洗药浴，知道吧？啊，麻辣洗。它是一个药名，家人们放就是就跟沐浴露一样啊，那个东西就跟沐浴露一样啊，麻辣洗，就是一种浴液啊，可以预就是这个麻辣洗一定是放在狗的身上，皮肤病狼毒最不好用。你看我亲姐说，啊，我给三文用过，不太好用，啊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症下药啊，家人们啊。那个麻辣洗不错。现在狗子得皮肤病的原因啊，家人们啊，就是咋的？一个是天热，知道吧？再一个狗子有耳螨。啊。是老四，对。老四眼睛红了，他从小眼睛就红，家人们，那是困的，老四困了，从小眼睛就红。走，你看，立马就起来了吧？你看，我只说一个走字儿。老大，你也不吃，你还给迷糊吧啊！你们谁也不吃，你还给迷糊吃吧，那是本身就是迷糊的，是不是老大？啊，本身就是迷糊的。咱不要跟迷糊抢了，啊！你那小迷糊自己吃吧，让他，啊，让他自己护去吧，啊！你别不高兴了，老大，啊！小温柔亲，小温柔，万万干爹都不来了，嗯，人家有自己的工作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，嗯。
因为咋的，家们？三月爹吧，平时直播有点太晚了，也是啊、嗯。我现在尽量要早点直播。今天吧也是比较特殊，今天老四他们过生日吧，这个蛋糕做了两遍，知道吧，家们？啊、嗯，开始做那一遍吧，我觉得少东西，啊、不是那么特别好看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我给我媳妇点意见，啊，给我媳妇点意见，然后呢，我媳妇就是做了一个改善，啊，我媳妇做蛋糕之前是 1.0 的，啊，我给她升级成 2.0 的了，家人们，直接，啊，看三位在家里头呢，三位也不出来呀，三位，啊。你们都进去吧，啊，那过来，小明，三万进去，三万进去，拿走了，三万啊，进去吧，去玩去吧，，三万进，去吧，三万进，拿走，快，老四来，老四做啥手术啊？老四没做手术啊，我想给老四做绝育手术啊！啊，我，哎呀，家人们，以后吧，下回老四如果再给别的狗子咬了，我也不跟你们商量给他做不做绝育了。再有下次的话，我就直接去了，我也不拿这事说了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上次我如果要是不拿，我不在直播间说的话，我就给他做绝育去了。我就不应该在直播间说，我这一下播之后有好多人私信我说不能给老四做绝育，知道吧？生日就别说了，生日就别提了啊，家人们，再给我四哥一次机会吧，下回就没有机会了。咱在座直播间都是证人，家人们，在座直播间好朋友都是证人，下回没有了啊，我直接就带他去了，行吗？家人们，对谁都公平，是不是？老是咬着谁，咬谁都不行。三小来，咬着谁都不行，知道吧？福妞过来，进来，福妞来，坐，福妞来，快坐。福妞，哎呀，福妞这笼子也不行啊！福妞过来，福妞来，进！啊，拿出来吧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吵吵了，你们几个啊！老四出来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老四把它拿过来，这干燥剂，叫抚正剂，小五笼子那做关不住它，直接把笼子给你拆它啊！老四快去，他直接把笼子给你拆了，啊！哎，包子啥时候出来的，家人们？包子，啊？包子啥时候出来的？你不一直在笼子里边呢吗？走，老师来，走嘞。四个老四老大坐这儿来，来我给你点吃好吃的啊！老四坐这儿，老大坐这儿来，坐好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老爷一家住的是一楼吗？我们家住的是二楼，家吗？啊，一楼是没事房，我们家住是二楼，啊，楼上没有人，楼下也没有人，咱必须找这种地方，啊。
哎呀，我想换个院子，咱找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。我想换个院带院子的房子，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着。咱直播间好朋友，大伙想买狗的喝的酸奶啊，家们啊，羊乳酸奶，家们啊，羊乳酸奶啊，狗的特别喜欢喝啊。咱家这酸奶今天拍，明天发货，18.8块20袋，家们，18.8块20袋，这里边都是成羊乳了，你们看着吗？羊乳原材料组成羊乳，然后里面添加百家保加利亚菌和嗜热链球菌，知道家们？买两单，家们啊，一单18.8块20袋，买两单多给你赠送5袋，家们啊，就是你拍两单，把18.8块乘以二，我给你发45袋啊，家们啊。我给你发45袋，今天我四哥和老大过生日啊，给大家多发点啊，家们。特别喜欢喝这个羊乳酸奶，家们啊，一袋，家们，这一袋是55克，一袋是55克的啊。猫狗都能喝，家们，你们知道你拍两单45袋，45袋能喝将近一个月，家们啊，能喝将近一个月。你每次你给你家狗子喝一袋就行，不要多给，给喝一袋就行啊。去找你亲家，他家在建房子呀。我亲家那个地方，我亲家那个地方挺好。嗯。我亲家那地方还挺素净。嗯。嗯。来一二三等三。你看特别喜欢吃羊乳酸奶啊。买两袋赠送5袋。啊。老爷去土哥家隔壁找找，土哥家你没看他拍段子，你看他还有隔壁吗？你看我现在他们家有隔壁吗？他家没有隔壁啊，隔壁是苞米地。隔壁是苞米地。算了，都给他俩喝点酸奶啊，家们，这是酸奶，不是饮料啊，家们，羊乳酸奶，羊酸奶啊，别人家卖2块钱一包，别人家卖2块钱一包，咱们家不到9毛钱一包啊。老大，你往后点，往后点来啊。你看他多投入，四哥耶！喝酸奶呢，家们，促消化、促吸收，对狗的肠道好，知道吗？啊，老师坐下，老师坐好了，啊，坐好了啊，对狗的肠道好，嗯。还有高粱地啊，还有高粱地呢，一个是苞米地，一个是高粱地啊。我现在那边有苞米地，有高粱地。他的房子都不够用，你看，家人们，你看我不动弹，他俩不喝，你看啊，我谁也不动啊。我现在从现在开始，我没说让你俩喝，你俩谁也不能喝啊。家们啊，你俩谁也不能喝啊！这个山羊奶，这个山羊奶挺好的，家们啊！我看咱直播间好朋友都不认这个山羊奶了，家们。山羊乳酸奶，家们，羊乳酸奶一包是55克，猫狗都能喝啊，家们，挺好的这个奶。哦，你看家们，特别纯，家们啊，你看里边这个特别浓，特别浓，老铁们啊！我看咱直播间都不认，别人家都可认了，那别人家可认了，2块钱一包，那人卖的老多了。咱直播间他妈9毛钱一包啊，9毛钱一包，18.8块20包，买两单我还再给你赠送5袋，买两单再给你赠送5袋，啊，我前边还有两户人家。我看你家不就在旁边吗？我看你这个视频，看我，你看我亲戚那个，
看那个视频，那天教大家伙怎么认他家，就道边一下去不就是吗？那个道边，是不是？也是一个主道边上去，我现在我就能找到这个地方。往宁安去的老道上，那个，但是路过那个哪儿？路过海浪村，是不是？机场右边那条道，简直往里走，路过海浪村，啊，他地方我就能找到。再一个，他那地方新建的，好爽。嗯。喝不够，酸奶喝不够。这个坐，别着急，老师，别着急，我多给你上点，嗯。喝酸奶解渴，假如你们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喝酸奶的啊，同学们，啊，特别喜欢喝酸奶。啊，就是在渴的时候啊，喝酸奶就是那种冰镇的酸奶解渴啊。来，四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亲人他那个院子整的太大了，我跟你说，亲人院子整太大也不好。我跟你说，狗狗玩的地方太大了，你有一圈有大概有个200多平的，啊，200平到100平到200平，200平之间的院子其实就够用。太大的院子，就是太大的院子吧，显得空旷。太大了，我看你的院子太大了。冷藏保存吗？这个酸奶得冷藏保存，家人们啊，得冷藏保存，不冷藏保存不行啊，都容易。你不冷藏保存，你在太阳底下就是常温的话，尤其是南方，家人们指定不行，就跟人喝酸奶一样啊，必须得冷藏保存。嗯，能让狗狗跑起来很好。我跟你说，不带跑的，家人们，你们真以为狗狗？我跟你说，真正愿意跑的狗，家人们，我告诉你啊，是那些平时不怎么出门的狗，知道吗？那些狗愿意跑，就像我亲在他家那些狗，不带跑的，你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啊？你看我亲家每天。早上遛狗，中午遛狗，晚上遛狗，像是他家那些狗，他不带跑的。啊，因为人家狗已经出来习惯了，人家啥没见过呀。他愿意跑的就是不怎么出来去跑的那些狗，刚一出去他才愿意跑。你放两天他就不跑了。所以院子太大了。显得空旷，狗也不去，狗真不去，你不去那个角落它也不带去的。拉不拉太还在吃蛋糕吗？小迷糊啊，小迷糊蛋糕，小迷糊吃完了，小迷糊跟那个谁，跟奶奶在一块儿呢，跟妈妈奶奶。啊，哎，你看小石榴，
你小石榴，老爷说的很对呀。因为咱们在原先在杭州的时候，家人们啊，他们就不乱跑，其实人们也不是那么特别愿意乱跑啊。现在的话愿意跑，咱们那个 Seven 他们来，对，就是我现在说这个对，就是来家里来客人啥的，就是俺们去了，跟二迷糊或者是他朋友啥去的，带狗去的，家人们啊，能跑得开，知道吧？那狗都能跑一跑。家里没有新人来，说实话，都自己家人，他不愿意跑，除非有新人去。啊，陌生的狗狗上他们家的话，可能是能跑开的，啊，可能是能跑开。嗯，咱们家狗原先在杭州的时候，也是往那地方一趴，也不动它家们，因为院子也大，前院加后院，就俺家前院加上后院，那长度，你从前院跑到后院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也得是五六十米，五十多米。小石头好幽默，小石头会找地方，家们，石头它聪明。这狗当然贼聪明，家人们，你看他能把那个大腚勾，不，他能把那个腚哈，家人们啊，坐在 Sam 的身上。其实小石头是怕冷吗？其实这屋也不冷，啊，其实他就喜欢这个暖和，就跟那个鸡续窝一样。就小石榴哈，家人们啊，他如果有垫子啥的，家里他自己有自己的垫子呀、房子啥的，他指定不带霍霍的。我跟你说，就 seven 啊，家们，就 seven， 你往他笼子里边铺上垫子啥的啊，第二天早全给你撕巴了，包括小迷糊都是，啊，腐妞笼子也给你撕巴他，老大老四不带撕巴的，老四现在不带撕巴的，就 seven 可愿撕巴了，啊，小迷糊当教练领跑，肉垫儿，你啥垫儿都白费，你就是小 seven 这种小狗哈，家们啊，你把它铺地下给它铺上那个垫，下面给它铺上那个一层垫子，不行。啊，小型犬啊都这样很正常，是吗？别人家狗有这样式的吗？家们，别人家狗有这样式的吗？我是真没见过，老铁们，我是真没见过啊！我一直以为就我家狗这样式的，因为我没跟别的狗子在一块啊待过，相处时间太长。嗯，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咱们东北石板大米，家人们啊，东北石板大米63.9。十斤啊，家们啊，63.9十斤啊，想买大米的好，我给你拍张大米，把狗蛋放出来，一会儿上厕所去了，感谢家们啊，把狗蛋放出来，好，你好像你们几个谁能打过他似的，谁能打过包子啊？塞班，你们几个谁能打过包子，就欺负人包子。泰迪他是宠物犬，真的欺负包子，我看你们几个，雨伞雨伞雨伞风上谁跟谁给，三文别让石头坐你身上，不好使，三文愿意让石头坐在身上，互相取暖，这个叫互相相互的，都是互相取暖。嗯，虎妞没出来呢。哎呀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家人们，真快呀！老四都六岁了，老四已经六岁了，家人们啊，老大都六岁了。小迷糊五岁了，小迷糊，家人们，今年再过生日就五岁了。你这多快？2019年，啊，2019年出生，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，五岁了，小迷糊都五岁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感觉他们是孩子，小孩一样，知道吗？腐妞都三岁了，你说，三文别让石榴坐你身上。哎呀。时光飞逝 ，seven 啊 ，seven 再过生日八岁，反正 seven 再过生日八岁，小石榴再过生日也是八岁，小石榴再过生日七岁啊，家人们七岁，哎几岁？小石榴啊，小石榴比 seven 小八个月呢，小不少呢，他小石榴。咱们家威廉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威廉元素片的啊？威廉元素片的话，在下方小黄车，这个是。
第42号链接，你们在外面买微量元素片都挺老贵一罐，家人们啊，挺老贵的一罐，咱直播间才卖多少钱？59.9块。微量元素片，我给你看微量元素片卖多少钱？微量，狗狗微量元素片一搜就出来了，家人们，在外面买多少钱？多少钱一个啊？400块，家人们啊，10块钱吧，啊。你买160片的话是52，买400片的话就92块钱了，对吗？看什么？92块钱，咱们家才59.9块，59.9，你在外面买400片就92，嗯，能省30多块钱。但是咱家这个日期不好啊，家伙啊，咱家日期的话还有半年多生产日期保质期。啊，是真快呀！老四、老大小时候和安琪拉一起在大江游泳，现在6岁。安琪拉和老四、老大他们差不多大吧？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大江一块游泳的时候，那是多大？那个时候好像就是19年、20年的时候。19年、20年的时候上大江游泳。那好长时间不上大教用了。那个找着了，亲姐，那个游泳池，那个游泳池找着了。找着了之后，那个我到时候给你送去啊，那个游泳池。猫狗粮现在有活动吗？狗粮现在今天的活动价，家人们啊，今天活动价是179米一袋。啊，179米一袋，这个狗粮什么时候能有活动啊，家人们啊？大概的话，6月8之前肯定是有活动的啊，家人们。6月几号呢？7、8号吧，家人们。6月7、8号能有活动。啊，现在没有活动，你们如果着急拍的话，你可以现在拍179一袋。啊，179一袋。7号到8号吧，7、8号，家人们，6、8之前肯定要给大伙搞一场活动啊。咱就下播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我们就下播了啊。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伙，谢谢家人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。感谢家人们能参加俺家四哥和老大生日 party， 谢谢大家。还是多少年？6岁还是多少年？对狗来说，6、7、42年，42岁呗。啊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咱直播间好朋友们啊。明天见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辛苦了啊，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，感谢我经过姐。感谢我金国姐，感谢我亲家2号麦啊，我亲家给我亲家点关注，感谢我亲家啊啊，感谢我小迷糊媳妇儿啊，感谢我小迷糊媳妇儿啊，感谢我 S7 老四，还有咱家米的 S 奥斯卡姐，感谢我静文姐啊，感谢咱三家腐妞慧慧姐，还有以及俺家小小苏姐啊，感谢哈里妈妈，感谢我蔷薇姐姐啊，谢谢大家啊，拜拜家人们，拜拜。拜拜，好。